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年来的情况表明，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需要与时俱进，做出完善，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，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，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，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职权，从宪制层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，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，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责任。关于这项议程的具体内容，请你关注后续会议的情况。